我就没想过有一天啊，真的这家出出不去，入住住不了。你说多稀，这车呀、啊、就直接往那一横，这出口啊，人家路虎往那一打啊，你看那入口一趴呗，看那房镜了吗？裤子收起来，就跟那放着，俩车一边出一边入，全给堵上了。不是，你说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这是不是有点没素质啊？对吧？你说你再怎么着，你不能这样啊？你看都出不来，你看后面堵多少人都出不来，都是一小区邻居，你堵的只有邻居，你难为的不是保安。不是你怎么了？是你？我忘了登记了，不登了。登记咋了？就登记呗。啊。完他就把车扔这就锁了。啊。你说这保安有时候也不是真是没辙。对呀、啊，你得给他叫过来呀、啊！我操，我这着急出门啊！我这。推荐事情必须行。太狠，这狠人，这确实是狠人。有时候咱不知道这个因为什么，咱不多说什么。但是这确实这做法有点偏激。我没毛病，这事儿我没错吧？这事儿我不会挨喷了吧？我不会道德绑架我了吧？